台北电玩展记者会 Showgirl VR 奇蹟金，等你哦。什么？哦，讲完了吗？万众瞩目的台北电玩展将于下周盛大登场，昨天特别举办展前记者会，欢迎大家1月29号到2月2号来台北国际电玩展。今年的电玩展堪称史上最大规模，有超过100家游戏厂商参与，除了知名国际大厂，我们在大宇资讯等你哦。回味8年的国产业者大宇资讯也来了。另外除了新游戏外，这次电玩展的重点就是，没错，虚拟实境显示器马上要成为电玩产业最新的战场啦。什么？你说你的重点不是这个哦？呵呵，我知道我知道。新闻综合报道。